乃穆家第186代传人，穆仙府现任当家，坐拥天才地宝奇门遁甲，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杀了你们。看来这间穆仙府主人不太行啊，祖上规矩都不懂。放心，我们穆家人最讲究公平。老大，我知道你想要赤血玄师，若你在一炷香之内打败我，我便大发慈悲地放了你。小孩，我要让所有人跟你陪葬。